你的胡子早上刮，下午就长出来了吗？他好像没刮干净。胡子刮完有黑点怎么办呢？怎么不用这个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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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真的是惊艳到我了。我知道它好用，但是也没有这么夸张吧？这么好用。我也是娶了老婆才知道剃须原来这么简单。我老婆给我买的这款原始 mini 剃须刀，随手一刮就是一条干净的小赛道。多少男人不知道剃须刀有四买四不买。首先，不要买这种手动容易刮伤下巴的，要买这种一键启动快速剃须的。第二，不要买这种功率小的，要买这种超高功率马达，一刮就是一条锃光瓦亮的小赛道。第三，不要买这种塑料的容易藏灰的，要买这种用完放水里能自动清洗的。第四，不要买这种笨重不方便携带的，要买这种和耳机一样大小的，随走随刮，走哪儿带哪儿。这个就是我老公一直在用的创维迷你剃须刀，剃须效果是真的好。它采用德国进口金刚刀头，可以边刮边锋利，剃须超干净，而且还拥有超长续航 Type-C 接口，充电快捷又方便。现在我老公每天都能帅气的上班、出门约会，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父亲用，都特别合适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来我直播间购买吧。